三二一。哇，头发又长出来了！约美女朋友去按摩，然后偷偷操控美女店员和其他顾客，给朋友一个特别的按摩体验。你好，你是廖文哥的朋友吗？哦，对，是他介绍我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美女是个力道合适吗？可以的。你的脚跟我男朋友的好像。你的脚跟我男朋友的很像。我的脚有。他前两天刚死了。他前几天刚刚死了。突然大哭。你摸住他的脚，跟他的脚十指相扣。他临走前还破了一首歌。丑八怪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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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头出进场，光头出进场。客人想做什么套餐呢？哪样子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走，滚！哇，头发要出来了！哇，头发要长出来了！关灯，关灯！三二一，开灯！然后深情地看着他。哎，抬手热浴吗？哇，好热呀！好热呀！不用。偷偷把你的腋毛贴在他身上。谢谢你。没关系。Surprise。对他的爱是不灭火，他熄不灭，熄不灭。三二一。无法上场，无法上场。约好兄弟去做造型，然后偷偷在后台操控毛毛公主和丝袜杀手，让好兄弟见见世面。Hello， 炫哥，是家人介绍过来的吗？对。喝水。家人深情的看着他，慢慢脱下你的外套。太害羞了。倒数三二一，露出你的腋毛来，三二一。
哎，帅哥，你笑什么？没事没事。给你连一下头发哦。你深情地看着他。有没有人讲过你很帅？啊？没有没有。没有那就对了。没有那就对了。是不是很热啊？都出汗了呢。还好吧。我帮你去去汗吧。我现在帮你去去汗吧。小丽的。我数三二一，用粉扑网验毛牌。三二一。哇！喂！可是我都出汗了，好热。够了。嗯。如花上场，如花上场。再给你按在这边哦。可以了，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如花上场。如花，慢慢用你的脸靠近他。再靠近一点。慢慢扶一下你手上的肉。你哪会啊？怎么了，帅哥？被我的美貌震惊到了吗？怎么了，帅哥？你被我的美貌震惊了吗？你这里为什么会画成这样？这是我从国外学回来的妆容，很流行的呢。你怎么不问我从哪个国家学回来的呀？你怎么不问我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呀？哦，你从哪里回来的？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顾客你好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拔河比赛，就在这里举行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参加呀？在这里吗？对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那帅哥，你等我一下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拔河比赛，一二三，开始。